直评命名我国第一艘自造潜舰海鲲军舰首度正式对外曝光。海鲲发想自庄子《逍遥游》内篇，鲲之大不知其千里也，取之神秘难以掌握的意思。毕竟潜舰就是要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至上关键一级。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新式高教机永鹰号已经交机19架，海军海巡的各式舰艇也陆续成军服役。那么今天台湾的第一艘国造潜舰也已经完成了。要展现任内成绩单，但其实建构潜舰筚路蓝缕，向来一棒接一棒。从早期期待向美采购，到后来马英九任内完成潜舰设计预算建案，如今蔡总统完成建造，补齐这不对称战力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的舰的尾巴是一个 X 型的舵，我们的性能绝对是优于现役的潜舰。手机和摄影机过了后方那个位置，就不能够再拍摄，所有的机敏装备更是被遮蔽起来，因为敌方很有可能光是从螺旋桨的叶片就能够判定出海鲲军舰的性能，因此欺敌是关键。台船潜舰自制率达40%，过程不易。潜舰小组召集人黄树光日前也爆料内幕，为避免专案执行压力，因此不接受任何官说。黄树光却点名有立委一直在搞，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另外也碰上找伤员，跳过前客和代理商，直接跟原厂谈。未得标的军火商竟然把资料转给中共大使馆，让北京施压对方国家，让黄树光气得喊出：“不要以为是国内的军火商就不会叛国。”外界很关心你点名的立委跟厂商，我不知道是谁。今天你们自己去猜猜吧。突破层层关卡，拼7年终于开花结果，潜舰国造缔造了新里程碑。TVBS 新闻洪富华、刘婷婷高雄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